今天我们开箱哈，益美的保酒乳。一瓶是125毫升，125cc 的，看起来比较小罐一点，不过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感觉。开箱，看起来蛮小罐的，很迷你，随时想喝就喝，不错。喝看看好不好？益美鲜奶看到没有？喝喝看。喝起来还不错，喝起来很顺口，不过感觉分量比较少一点，对，比较迷你，不过这样子也好，想喝就喝，125cc 而已，想喝就喝，好迷你哦，酷耶，好喝哦。